这个课哈，这个课是我参与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过程哈，读这个咱的新台湾论，啊，到去收集资料，啊，读这个新台湾论，以及有足侪秘书长出的一挂册，啊，慢慢啊，一个反省的过程啦，吼，啊，较知影讲，咱台湾人过去受到这种独化的教育，一直到今仔日七十冬啊。咱做这代志，其实咱根本都无了解，甚至咱这七十冬，真侪人伫这七十冬内底出世、过身，一世人拢唔知影是安怎咱台湾会安尼，啊，活伫这个台湾，是咱这个社会会变甲安尼，咱唔知影咱咧认同什么款的价值，咱唔知影咱咧做什么款的代志，啊，所以这节课大概是一个反省的一个觉醒的过程啦吼，啊，好啊。定这个题目安尼吼，解读与解读了哈。头先咱来解一寡思想的毒啊，因为咱思想价值观、价值观不正常，那我们做的事情就会在不正常的状态里面哦打转了。但民政府真的假？真的真伫倒位？是安怎是真的？这我拄开始的时阵，我参加吼，阮老爸啊叫我来，阮老爸啊来参加嘛，爱较早就爱参加一个啥物直销啦，参加啥物花啊店啥物，啊我来想讲，哎，干咪个叫人骗去啊，啊，我就要来破解，我好啊，你讲个经验，我来破解，来上课上了煞去人破解啊，啊，台湾民政府，我来参加的，我第一个假设。第一前提假设，这是假的。那我要来收集证据。好，我这规个参谋的过程，我拢在收集资料甲证据啊。我要去判断嘛，判断这是真诶假，因为投资嘛是爱去判断嘛。好，啊，我得爱收集啊。所以呢，讲去个美国，我得去问啊，去做资料啊。美国啊，个美国应该有记录嘛？就找得到网站呢。找到美国的那个法院的网站，然后有这个案号，然后这边判决写 deny 呢，你来用 Google 的翻译软体输入下去哈，它叫做驳回啦，所以就一大票的人说，民政府结束了，因为法案驳回，结束了，不然啊，因为安内公诈骗集团了，啊，因为呢。咱本身咱对英文的语言无熟嘛，语境整个语言的语境不熟悉嘛，啊，所以咱根本就唔知顶奈伫因法律顶面的用语啥物回啊，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语言的关系啦。那顶奈当然我们所能查得到的雅虎字典、Google 字典，但是你再去看英英字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用词伫美国的法院咧使用的时阵，咱完全无清楚，伫什么款的案件，伊用 deny， 伫什么款的案件，伊无用 deny， 咱唔知啊。啊，唔知我嘛伫遮打了一个问号啊。但是所有收集的资料，拢会让证明，台湾民政府是一个真实的组织，伫遮咧运作。只不过咱做者台湾的媒体是无曝光，无予咱人民知影讲，这是一个组织咧运作安尼，咱唔知。因为媒体拢封锁掉的，今仔你上我的课了，你也知影讲台湾的媒体封锁甲非常严重。我们是透过网络慢慢才知道，原来有这个信息哈。啊，顶奈呢这个疑惑呢，伫到咱美国这个律师来，去年九月，即咱美国咱请因的组团啊律师团的，即律师代表伊来台湾演讲，伫桃园大饭店演讲，咱台湾民政府动心。有去留学过，用英文甲问，伊甲问讲 ，What mean is deny? How is different deny and reject? 有啥物通拒绝，通迄个 reject 有啥物无讲啦？伊就甲咱即个民政府回诶，重新回答讲 ，deny 唔是 reject 啦，唔是拒绝啦，唔是停摆啦。伊讲 deny 吼，伊用一句英文的俗语叫做 Today is not your day 啦。今仔无拄好，甲你运气无好。今仔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仔毋是你的日，
就是讲，这个案件伊无法度伫迄个时间点做判决啦，啊，无法度伫时间点做判决，所有回拒的或者是暂停的、搁置的，都会用一个 deny 的状态做所谓的暂时判定啦，啊，所以伊时阵就安尼回答了。啊，那民间户伫第一个案件呐停啊，后壁遮个演讲会，旧年迄拢未来啊啦，吼、哦。迄拢未阁运作啊，未阁继续啊，甚至咱今年三月阁去过美国，咱来想看卖一个问题啊，是安怎咱会当过美国？咱甲美国就是有关系啊，啊无咱太会使过美国，啊无咱太咪过苏联，啊是咱去过英国，是安怎咱爱过美国？就是有连带关系啦，咱唔只有迄个立场，我都去过美国，所以咱刚才想这点。咱就知影讲，台湾民政府是真实的啊！啊，当然，这一个过程哦，足侪人风风雨雨啊，有诶无诶，规大堆啊。这个判决书，伫后壁台湾最终关系最终地位诶第三册，全部拢英文诶，伫第七百几页遐，我伫遐翻。我嘛是假设民政府有英文诶高人，拍字甲我骗安尼。哦，所以我有替大家检验啊，我就想讲，一定有这种人，啊，就去甲查这个判决书。结果呢，查到嘛是美国的网站啊，官方的网站啊，叫 GOV 吧，这官方的网站。嘛去甲查，嘛有这个档案啊，它是 PDF 档啊，它这有一个暗号啊，哦，叫一个暗号啦，啊，所以你就会当查到。啊，所以这个文件我甲遮对起来，哎，同款呢。但是我阁存心怀疑，台湾民政府去美国网站收集资料，印给我看，要骗我。哦，我嘛是啊，我已经安尼已经有够蹊跷啊！哦，我甲这个台湾民政府怀疑，哎，这个东西也找得到呢。美国的那个办公室啊，甚至咱有人去美国的去参观，有翕相回来，跟我讲的。啊！这阵人开十几万块去美国，等下搞我骗，安尼搞意义？要搞我骗啥？无意义啦！哦，啊，这是迄个基金会设立的文件，这是伫台湾的媒体，啊，佮有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哦，等等，才刊登的，甚至。四季酒店去开酒会，发表声明。即款伫现，我伫网络直接看直播，吼、哦，直接看直播。啊，看即周班长啊，吼、哦，咱有一个咧发号施令的周班长，哦，你着看到一个人个伫遮。啊，这个四季酒店伫美国的一个杂志，英文的杂志有发表，一、那个发表即个声明。有看这个新闻稿，我伫美国的网络上也看得到那个原始档案。咱去甲天皇接收，先阿要甲天皇接收，什么原因？对啦，咱爱去表达一些意见嘛。台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唔是中国的问题啦，台湾的问题甲中国无关系啦。台湾的问题吼，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旧金山和平条约签了，无解决的国际法律的问题啦。咱台湾的问题是遮啦，啊，今仔去剃头剃袂掉的，就是这，和美国改引来台湾这流氓政权这群人，这个体制，咱这个物件剃袂掉啦。所以咱伫遮滚架，伫遮咧拉扯啦。咱台湾的问题是安尼啊。啊，他就去靖国神社，去靖国神社创啊，去神社的是要去慰灵的嘛。啊，我无来台湾民政府，我唔知呢。我来较知影讲，哦，原来咱伫靖国神社有39,000外名的咱的前辈，或者讲先辈，伫出世代前为着咱的土地，为着咱的国家人民，失去伊的性命。啊，伫出世代前了，天皇的。感染这的为着咱这个国土失去性命的人，
甲伊个，咱讲新竹白啊，咱用台湾话来讲吼，新竹白啊，供奉吼，供伫即个设伫即个靖国神社，迄提供予后代的人、后代子孙去甲因追思追念，是即用意啦。靖国神社本身它不是一个什么宗教啦，好，伊只是一个更加的即个神社神灵那个牌位的这一个追思的地方啊。我请问大家，清明的时阵，你会去扫墓未？会嘛？会去拜墓嘛？啊，甲你敢会去甲恁迄个祖先迄个墓的隔壁迄个墓，敢若想甲扫扫，敢会？未嘛？啊，这就是甲咱有关系啊！这甲咱有关系啊，咱毋才会去。啊，所以这七十年来，咱都毋知这历史啦。当然，可能有一挂老大人因了解，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敢讲啊。啊、所以我们才会去靖国神社啊！啊，但是各有人讲这啊，恁迄组团去佚佗的啦，恁咧台湾民政府专办美国团甲日本团啦、啊，组团去佚佗的。所以台湾人咧头壳已经弯翘到吼，做侪物件你呐做一个宣告出来吼，伊拢会给他想一个负面的，想一个理由的吼，讲啊假的，思想已经弯曲到这种程度了。来，自由时报网路刊登一个月，苹果日报网路。刊登一个月，即马改成迄个忠实嘛是有啊。司法官员来台湾，咱的国州的总部演讲参会，都有人讲，啊恁咧唔来一堆请的，像一个美国大咖的来甲恁演戏的，即、這个人名拢查会到啦，伫美国的迄个司法的，迄、那个美国的网站拢查会到啦。伊来台北的迄个国际会议厅演讲，伊所讲的论述啦，伊所讲的论述，拢甲咱的新台湾论完全吻合啦，完全吻合啦。美国国家记者会胡萝卜，第二遍咱个甲过，今年甲过，吼、哦、三月咱一群人坐无人机去美国发表声明，就是开迄个记者会。这记者会，我嘛是看现场的，啊、哦，这外国人呢，这不是咱凊彩做一个摄影棚啊，那安尼大大的，要翕翕的，啊，要，咱的胡林是咱讲，咱讲四百年吼、哦，四百年来本土台湾人第一个女性伫国际会议厅，为着咱本土台湾人发表声明的，讲这个啊。不是讲这去外口请来呢，伊嘛是伫美国啊，就是真正有这个人啊，吼、哦。啊，咱搁去日本发表声明，所以咱即马来讲，啥物叫做日俗美善？日俗美善，我先讲日俗的部分，因为足侪人吼、哦、无了解这物件，咱互中文牵咧行啦。我们被中文的那个文字的思维牵着走，我们会很容易误解啦。哦，比如讲，我讲一。一二三四的一，但很多人的头壳里面想到的是数字，有的人想到的是钱，有的人想到的是那个一只狗，有的人想到一个人，那个一的很多意思啊。啊，日俗嘛是啊，咱想啊日俗啊，就咱拢是属日本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关系，很多的连带关系，很多的战处的观念拢无同款啊。好，我直接简单大概介绍，咱的法理跟身份的根源呢、啊。先看看一下吼，先看记一下就好，免写落来啦，免抄啦吼，记一下就好。明治天皇大政昭和平成吼，平成安尼，这个时间点列落来，这就是咱这个日本天皇伊的皇族的一个年代记号啦，吼，它是一系列的条约的形态哈，咱来看条约。咱讲国际法嘛，咱来看条约的形态。你来看清二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大二帝国大皇帝，皇帝跟皇帝对签呐、啊。所有皇制的国家，皇帝有皇帝的国家，过去拢是安尼。有皇帝的国家，所有的土地、财产、人民拢属皇帝的财产呐，拢是皇帝本人的啦。皇帝的国家哦。你来看，清英条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啊，你注意个看哈、哦，伊这种条约拢未写大清帝国大皇帝什么人，大二帝国大皇帝什么人，伊拢无写。因为大皇帝这个名哈、哦，这头衔，伊是这个国家法人最高代表呀，就是法人呐、啊，法人呐、啊。啊，你那个落名落去哈、哦，大清帝国大皇帝康熙。啊，表示这份是康熙签的吗？啊，康熙哪对心意呢？这不就无效益。所以，伊这是国家法人，是国家的法人迄个位对签的。啊，那换一句话来讲，即卖呐是总统制，就是总统是国家法人。啊，那是总理，就是总理国家法人。啊，啊安倍是首相嘛？啊，但是安倍佫小块无同哦，安倍佫有皇帝哦，好、啊，佫有天皇哦，来。这个也是嘛，下关条约，1895年，哎，这个是不是跑掉了？有一个字，有吗？坏掉，那你等一下帮我检查看后面有没有坏掉啊？呵、哦，下关条约呢？你不能这个所在啦，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下关呢，他在叫做赤坚关，哦，有训读跟音读啊，叫赤马关，所以简称哦马关，马关就是这个简称啊，哦马关条约，1895年的下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开始真正被日本所治理了，不是窃取了。中国人都跟人家说窃夺，日据、哦、日据的意思就是窃据、啊、不然占据嘛，但是不是啊，实际上是因为日本跟大清战争啊，战输了一签这个条约，啊，咱在这活了40000多年啊，无张地，咱去用挂去是变日本的啊，是安尼啊，咱跟咱什么关系？咱跟咱一点仔关系都无啊，啊，但是因为咱是。大清的殖民地，他都在对半岛的那个台湾半圆形的半边的那个台湾的图有看到吗？哈，那个我看过，我想说也是秘书长找来骗我的，我去查，哎、欸，唔那迄张尔呢，够足济无同款版本是无同款时代留落来嘛是拢半边的呀，啊，表示这种物件是熟悉的呀，哦，这是熟悉的。明治跟大正期间是。台湾，好、哦，明治期间呐、啊，明治时间是台湾开始接受日本治理，所以1895都要在落地这时间点有无？1895都要在这中。那大正到昭和，大正到昭和期间是台湾黄金时间，那台湾对这个聚落式的时代进步。进步到现代化的时代，钓鱼台是什么人诶？啊，钓鱼台是什么人诶？这些这种问题吼，真你若要足简单回答，实在是无可能啦。吼、哦、啊，但是即卖人较无爱去思考讲啊，就拢二元化，是讲二元论，就是直接讲啊，迄是属于啥物货？二分法迄种较歹去解释一件代志，解释要清楚啦吼、哦。来。中华民国8年的时候，伊拄着因的渔民拄着即个洪灾啊，拄着海难啊，去予即个日本帝国尖阁群列岛的人救起来，啊，伊落一个感谢函。中华民国9年的时候，落一个感谢函。啊，那是中华民国的爱太好，爱好日本感谢函啊。尖阁群岛就是迄个钓鱼台啦。如果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啊、他干嘛还给感谢函给日本？就表示他不是他的啦。啊，从这个时间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的战争跟条约发生，把钓鱼台归给中华民国。所以，现在所有的媒体在炒的，都是在骗人的。实际上，钓鱼台本来就是属于什么人的？台湾。我给大家解释了，来，他都有讲嘛，
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土地、所有的物件，拢属于天皇的财产，唔是咱的。你买一台车爱纳税无？买车的时阵爱纳税嘛，对不对？啊，你使用的时阵爱纳税无？啊，那你也你想爱纳税？纳税就是你有一个效忠对象啦，你唔只爱纳税。效忠的意思就是缴税啦，你才要缴税嘛。储金是你的，如果你有所有权状的话，是你的嘛。可是你还是要缴税啊。天皇不用缴税呢，天皇是最高法人，你们缴税给自己啊，他是不缴税的，所以只有不缴税的人才拥有那个真正的东西啊。那咱来想讲，现在的车、现在的厝到底是什么物件？那我所有的所有权，那个所有权的概念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你持有的状态啦。好、哦，那不是真正完全你所有。啊，什么是你所有？你的身体啦，这是你所有的吧？你的灵魂，你的自己个体，这个自然人的个体是你所有啊。哎、为什么这下面是不是图档有坏掉？好，来 ，OK， 这是李初大战的时阵，咱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哦，青色的部分，啊，深绿色的是领土，啊，这介于深绿色的朝鲜跟台湾，这是中间的颜色，这个在法律上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1945年的4月1号之后，台湾就不一样了，就应该要变成深绿色的。好、哦，而且呢，也让帕加加很帕加加这印尼来了，用台湾做根据地啦，他用台湾做根据地。来，钓鱼台，日本时代属宜兰厅管，宜兰厅属的台北，台湾台北州管，台湾台北州属的台湾总督府管，总督府属的天皇管。这样钓鱼台是什么人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解答要这样解答啊。你要说日本，那日本什么人？是现在的日本吗？还是过去的日本？现在日本已经不一样了，他刚才说宪法不一样，宪法的部分我待会跟大家讨论。明治开始，大战跟昭和是黄金时期，刚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跟昭和的时期啦，刚好。我请问大家，你如果吃不饱，你敢会去跟人相打？没嘛。为什么我们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力从我们说聚落式的国家形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形态，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来想，在那个时代亚洲，亚洲人唯一可以造飞机的、造战斗机的，只有我们日本，只有我们日本哦。啊，你知影科技足强啊哈！啊，造战斗机的，就是什么？米兹比奇、三菱。啊，战斗机都可以造了，那、啊、车子当然就很 OK 啊，很 OK 啊。哦，你今麦看下上面宾士啦，上面福斯上面会伊较早东西。造飞机的啊，哦，重工业，祖国的证明文件，你按注意个看哈、哦，这是护照，大清时代护照，大清国福建泉州厦门，哦，这一个人，伊讲吼有华人陈无事因返乡祭祖，分一个护照，后你倒等于伊的母国啦，伊因为伊嫁去中国啊，啊，所以伊倒等来爱护照。他在护照刚好相片，无吼啊无，阿狗阿猫鬼，你太知影伊啥物人？唔知啊，但是有记录哦，咱注意看哦。他返乡祭祖嘛，你看日本国台湾呢、啊，咱台湾就是日本国啊。啊，以前日本国叫做大日本帝国啊，哦，大日本帝国啊，你注意看看。身材中，所以那個海关人员来那看，哦，身材中，我们不知道那个中到底是安怎做中啊，还是讲
啊是讲八十公斤以上的叫做大，啊个五十到八十是中，啊五十以下叫小安尼。面色白，啊白吼，到底是肉粉的白，还是行海关行到青顺顺的白？哈、哦，意向全，啊个直弦无，颜色更明，哎呀、啊，光明啊，目色个颜色更明。可能有清明嘛，清明啊，啊这个光明啊呢，当然有的人白来讲，你看起来热热啊，所以就没有光明啊呢啊。我有看过面色紫呢，紫色的，啊紫色的，我来想讲有两种可能，伊拍甲翻乌翻金，啊另外一种是伊胎记，没有。啊，体质的关系，啊，迄个冲到，还是啥物弄到、刷到迄款的，哦，安尼哦，较冷了点啊，哈、哦，伊那个含氧量不够啦，哦，对不对啊？哦，咱即马科学来讲，啊，所以其实因是安尼看的哦，大清哦，伫迄个时阵啊，咱来看啊，中华民国，大清被推翻了。较近代啊，1912年之后啊，中华民国护照是安尼啊。你看，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咱就是日本国的，咱就是大日本国的土地的领土啦。咱的国家就是安尼啦。啊，到上面，你看袂到嘛？咱来看，日本帝国有相片呢，啊，啥物人的文明较悬啊？1833年造的相机啦，1888年彩色相片出来了，大概迄个时间点啦。啊，你算，你哪个看？对一个国家的国力较强，会当甲护照，哎，来翕一张相，安尼较好认。所以咱的文明水准是较悬的哦，哦，咱文明就啊，这是台北厅哦，哦，大稻埕，哦，大优街高欢呼。这咱台湾的呢，台湾人的护照呢，那么出国摕这個，所以水准差足多哦。所以我头拄仔讲嘛，黄金时期，啊、哦，黄金时期哦，咱的祖先、咱的阿公阿嬷、咱的四大人、老爸老母，因过那个黄金时期。啊，今七十当然是悲惨时期，是支那流亡政权占据、窃据台湾的时代。我讲这有道理的哦，不是随便那种感情式的说法哦。来，那来看，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1945年8月15号投降了，但是天皇诏书在1945年4月1号下了诏书。下诏书是什么意思？君主制宪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咱就是属于君主立宪跟制宪的国家。什么叫君主制宪立宪？就是讲。皇帝、国王还是女皇，这个君主国家这个法人，这个君主 的人，他下了一个命令，哦，诏书或者是什么命令，然后让这个帝国这个国家的宪法实施在他的殖民地上的那个时间点开始，那个土地就已经变更成他的领土了。但是有前提条件呢，他充分授予那个土地。殖民地的人拥有参战权，可以跟他的原来的臣民、国民、公民拥有同样同等的权利啊。那个时间点，那一块领土是从原本的殖民地变成啊，那块殖民地会从他的殖民地的身份变成领土啊。啊，所以变作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这个天皇的诏书，你来看这。朝鮮跟台灣，當然朝鮮吼，就是咱即馬講的韓國，小可無同款，因的地位有跟咱小可無同款。接下下，朝鮮及台灣著名為日本帝國議會議員，拿美國綠卡的人可以參選那個美國總統嗎？不行啊，他可以投票嗎？不行啊，要美國公民才可以啊。好，啊，咱就是。变做议会的人，咱就是变臣民啊。
法律上程度上，那的跟日本的那个时候一起的齐头式的平等啊。虽然可能日本人会看咱在某在那个时代啦，伊看咱个，你这个让这湾的日本人讲，伊讲可能有一种的想法，但是在法律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干那这张鸟，这张落下来免哪实施？怎么实施？宪法啦。当诏书准台湾住民参政，借着宪法来实施啊。啊，宪法就是天皇让宪法生效的嘛。皇那个那个君主制宪，君主立宪制，就是让它生效的嘛。啊，对啊，应该没有这个啦。哎呀，没有这个啦。哎，所以呢，帝国宪法你要看帝国议会，它有这些条文啊，它借着宪法来实施啊。啊，所以那公天皇在，宪法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就在啊。只是因为战争之后，被一些国际法律条约，导致现在的日本、台湾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啊。华盛顿呢，这个军备哈，一个军事的一个条约里底哈，迄个时阵，这个第一个《新台湾论》165页都写，哦，有一个有写一个条约，但是无这张表啦，这张表后来我去找出来。迄个时阵，这1、2、3、4、5这五个国家，都会开会，开什么会？彼此约束你的那个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吨数不能超过哪一个范围。啊，现在要开这个会，因为国际战争无可避免，但是一旦要打起来，我们要有一些规则的设定、规则的限制。所以现在在防止一种核武扩张，那就是像这种类似同样的意思。哦，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这个都有，以前都有条约的。啊，那个时候限制的是怕你打开，哇，我不知道说原来你后面还有一只较大只的，啊，你也没限制哦。重量级的拳击手跟银量级的拳击手可以对打吗？瞬间就倒了嘛，没事啦，一定要调好多好了呀，哦，啊，这就是国际间有一些条约啦。啊，因这个会议了后有承认日本所拥有的福尔摩沙跟这个 Pescados 就是朋友啦，国际已经承认了，不是说我们就交书就了，哦啊，这就我的啊。因开这个会了后国际有承认，所以台湾就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啊。而在1945年那个交书的那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哦，Incorporated Territory， 这 Corporated 就是法人的，还是说组织的，啊，把它印加进来，对，并入，合并到组织里面，啊，并入到什么组织？就是这原本的国家啦，啊，所以咱那时阵就变作合并领土啊。那就跟日本变成合并领土啊，已合并的领土啦，啊，哦，这记起来啊，咱等下各有另外一个字，哦，各有另外一个字。您去有请新闻讲无吧？有吧？有贴掉？有哈？啊，您是不是请这個？有请新闻讲，我举手我看麦者。哦好，好，你有请这個嘛？啊，你有请这個，这是不是？你请这张，他知影讲哦，原来恁的是大人，咱的是大人。交合大政，对不对？咱较知影嘛，咱因为这个咱较知影嘛。啊，这个物件就是迄个时阵日本咧管理台湾设的制度啊。啊，伊呐，直接当作殖民地，伊就你定时纳税金就好，我管理，要甲你设啥物制度，要甲你管理啥物货。这内底有学问的呢。你看叫一个蚕有无？这啥物货蚕？啥物意思？这个人哦，拢做爱甲人哥哥甜的，所以写蚕，唔是啦，白卡啦，大清的时代有白卡的习惯嘛，哦，
黑黑的哈，黑黑，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来的时阵，伊不爱让咱知影咱的身份是啥物货，内底有秘密，所以改这个遮掉。写啥物货哦？我去甲查吼，伊有分你的类，人的类，伊分你属于啥物人，你属于啥物人，伊有分第一、第二、第三，哎，伊有分那个等次啊，分人的等次。咱注意看，就哎呀，伊就是，你也看了，这拢是中华民国来甲咱涂掉，他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了。啊，这个天是什么？掉下，中毒，较早那么久打预防，天花有没有？哎、欸，连这种卫生、个人的健康都有记录呢，那你说他在殖民我们吗？我们要去思考这种东西啊。我们对日本的负面印象是不是从教育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他要教我们这种负面印象？他们教我们仇日嘛，日本鬼子嘛，小日本嘛，想要跟他小日本，中国人哪会骗小人的时阵哦，伊拢会讲倒边，伊人是大日本帝国啊，哎，讲你小日本，就是。有个人讲话差不多，你啊得病听。有一个熟，你有没有？你有看熟啊？熟欢了，喜欢了。所有的本土台湾人跟福尔摩沙人拢喜欢呢、啊。对中国人来讲喜欢呢、啊，非我汉族都皆欢呐、啊。所以咱喜欢呐、啊。咱唔能想讲咱中国人，咱汉人无啦。嘿，咱这种的思想，中国思想吼，我今日要解读的、就是，咱拢是对中国这套中华民国甲咱教的这套啦。伊甲咱的这个历史观给接过引导一边去啦。移植啊，他移植我们这个思想啊，嫁接啦。哪里？这里白白的。你这个？哦。伊这就是迄、那个，伊这就是迄个福建事务所吼。你去签的时阵，你嘛知影。有当时啊，咱个阿公阿妈因个兄弟也足济啊。你讲我要，我算生判嘛。哦，你搞啊，全部拢在出，全部在出十几页呢。啊，伊个有一个软体，因为有一个软体在加，在剪接。啊，干啦，需要你爱尔。吼、哦，啊，伊这就是，这个是修图修过了，他不让人家知道这个东西啊。欸来，我们看种族清，什么叫清？大清呐、啊，大清帝国，他们那边来的啦，大清帝国啦，哦，你甲看，叫我下山有无？这个就是被屠掉的，哎、欸，这个没有被屠掉。他那个时候有分，一是我们内地的人，我们日本内地的，那二可能是我们本岛的，那三外国人。啊，四是什么？它有这样子的一种区分，啊、哦，叫汉有无？叫二呢？啊，叫一个熟呢？啊，你看这福呢？福哈、哦，福建，其实迄个时阵是安尼，咱讲北部番就是讲伫咱头拄看到迄个半边的西半部那一个地图的我们。咱家拢是边部藩，吼、哦，啊，边部藩是啥物意思呢？甲外国人做容易学他们的语言，而因的话啦，较熟啊，甲因家的外来的较熟，啊，所以因就讲你是熟番，啊，较袂晓讲的，靠带你靠深山的，叫做啥？青番，对，青番唔是咧闽南，伊是较青疏，话较袂通，哦，啊，所以呢，我有查了一个文献啦。较早若要叫，若要日本人，若要入来深山，吼、哦，爱找一个，伊讲的河洛人，其实毋是河洛人，伊是袂记哩伊平埔族伊迄个话的人，但是伊敢若学即个河洛话，爱河洛话的人，在千个两百几当的地理的过程里面，他学到了那个东西，但是他已经忘了他的主语，啊，伊甲即个平埔石番石块话通，啊，石番甲青番石块话通。啊、所以他们要入山里面要叫两个人给他翻译，所以我阿嬷以前都没人翻啊，结果我去查才知道说我也是翻啊。好，来
这个。这个，伊只只续丙啊，明灵子，这个、我袂记哩啊，也有，对啦对啦，好做的好对嘛，因为我看有一个表吼，伊有足侪的记录啊，伊有内底意义，迄你网络上查得到，你就输入那个日志户籍誊本，然后定义安尼的找对啊。好，来叫一个汉的有无？好，我请问大家，但民政府你来申请身份证，敢有甲你排除在外？敢有讲哦，你汉人的祖，你的祖先是汉人哦，我们就不接受你的申请。那你是大清来的，那么排斥呢？那你的定义是啥？你若是这个时间点进前，你的祖先是日本国籍的，有落户口名簿，你查会到，找出来。无论你对一族的哦，无论你对一族的，以及你家的人的后代，无，也是讲你本人，咱的定义叫做法理的台湾人啦。我们在定义上的法理的台湾人，但是即马拄着的问题是安尼啊，有的人伊的爸爸妈妈，也是伊的阿公阿妈、外公外妈，无拄拄是咱讲本土台湾人，对不对？因为这七十年来有套揽着嘛，对不对？啊，我今嘛要问一个问题：这些人，无论你的爸爸妈妈是1945年之后从中国来的，或者是你的一半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是从中国来的，这些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都在这里出生了，那你为什么还认同中国啊？哦。祖籍这个问题非常好，祖籍为什么只承认中国那边，不承认台湾这边呢？人家就是台湾人。你若要讲祖籍，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你承认第几代的祖籍？血缘上去定义人是没有意义的啦。我们是从法律上，法律上就有一些规则跟条件，这个是法理的台湾人。所以我們今天在外面說我是台灣人，那都是感情式的台灣人。前一兩禮拜不是有一個新聞，一個什麼瑞士的修女來這邊50年，她說不想要拖累台灣人，所以她要回去她的國家。她的青春50年就埋在台灣，你說她不是台灣人？我們認同她是台灣人啦，是感情上将咱认同是台湾人，但是这个修女她的国籍并不是台湾人了，是安尼。所以咱法律的定义跟感觉上的定义，那个分开来看了，吼。来，咱看祖国的建设哦，他都要缠我们，去缠，缠足解缠足会，什么意思？因为其实日本人来，那个缠足这个代志是无好的，是风俗啦，哦。不好的风俗啦，你想讲三寸金莲，一个脚穿落这个差不多这么大，像遥控器遐尼大，鞋内底，那是偌恐怖的，种扭曲起安尼。中国人讲一句话，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啊，敢有德？无啦，他有德，无读册，他有啥物德？唔是讲无读册人拢无德啦，是讲伊拢甲咱骗的，用他有种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荒谬的成语，我来想无。你看大震有无？啊，你也想讲这个不简单呢？这是种女性那种两性平权的一种那个教育，一种我们社会的一种风气的改造呢。来，迄个时阵新北岛温泉，新北岛亚什么意思？车头啦，那你讲前亚后亚，迄、那个亚就是车头的意思啦。啊，迄时阵拢起这个欧洲式的有无？有欧洲式的啊，有水无？水的吼，拢拆掉去啊。日本的物件吼，会当留到真的吼，无几间啊。因为中国人吼，很喜欢推翻前朝的东西，你看袂顺眼，全部拢丢掉去。新车有无？这支已经拍落70吨啊，今年林佳龙讲要甲扶起来啊。神社啊，这鸟居啦，吼、哦，这家己的新车，台湾全台湾都做新车、哦，连玉山唔是玉山，我讲唔对啊，
玉山是中国人甲咱改，咱叫做新歌山，无伫咧拢拆掉去啦，嘿，这嘛是啊，这间搁伫咧。日本时代留到现在还能留住的哈，有两种，一种是废弃的改建，以为了观光，现在还留着；第二种是欧式的，它就会留下来，啊，其他的它都拆掉了。总统府就属于欧式的，哎，巴洛克式的，哎，好吧。较早车头头前是不是拢移款？啊，拢采什么人？江开谢的，哦，蒋介石啊，哦，啊不，孙中山嘛。啊，人这是对台湾有功的人，有功劳的人，咱看看采铜像呢。啊，伊也毋是来，拢全部拢固掉啊，家己拆起哩。世界博览会啦，咱敢知影咱有一段历史？敢知？唔知嘛？咱的你也想哦，咱的阿祖、咱阿公阿嬷的时代，因都有咧办世界博览会啊。咱的文明已经进步到甲欧洲会当比，那个比拼啊。同步啊！那个这七十人来倒退、退化，你也想讲这阵、这时阵的这种建筑物很现代呢？这海报啊，你看有现代化无？这今仔日搁个起来现在看，你嘛干嘛做现代？对不对？迄个时阵，日本派足侪留学生去欧洲、去美国去学一挂西洋的建筑。在我們這個新的領土發揮他們的專長，建設新的建築物，這就是啊。史政40年，1895加40的那個時間，剛好就在大政昭和期間，穿在車頭有沒有？老到現在啊，很現代啊，有漂亮嗎？欧式建筑，咱想讲吼，现在卖拢欧北起、欧北大，这咱台湾拢是观光地啊。啊，但是有诶物件拢拆掉伊啊。较早足侪车头拢是茶做诶，嘛足水诶。但是呢，这种茶做诶吼，拢会无故自焚。对，但是。这个南高雄起来，敢有？有无？吼、哦，会去你工商车头无？较早查的嘛，啊，伊刷去新的车头遐，啊，无偌久呢，工商车头烧去啊，足奇怪啊！拢有人会自，拢有，就是当然嘛，是我嘛知人办会，啊，但伊用个自焚呢、啊？那个有很多的关系啦，有政商关系，有经济什么，有人想要把那块地拿来干嘛？都有很多的可能性呢、啊，啊，那个东西到底要保存还是要留，还是要拆毁？啊，一把火就解决了。哎、欸，那看较早的钱，咱印钱有无？叫啥？台湾银行券，咱的钱呢？较早乐透呢？较早乐透呢？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咱阿祖的时代，因咧耍乐透呢？不是爱国奖，不是爱国奖馆，迄阵不是叫，伊叫做彩票啦。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彩票局。哦，不是，他这个是，我看一下哦，在这边，哦，叫下福尔摩沙吧，台北，迪加，哦，1906年，有趣味无？那你是哪讲物件吼？那哪已经散家拢无糖哦，无钱糖买物件食啊？咱敢会去买彩券？咱咧今麦可能会交，咱讲交多的啊。欸、但是有这种东西，表示那时候大家经济袂歹哦，有用钱哦，哦。但是咱听着咱的阿公阿嬷，也是咱的士大人讲，哇，咱较早吼
刮衫呐，较早拢细汉无通个穿鞋啊。那你还想讲迄啥物时代哦？无，迄毋是，毋是，迄是中华民国来迄个时抢劫的迄个时代，四万外一块迄个时代。哎、欸，我阿公、我阿妈要即摆要个伫咧，88岁，88岁。我大概当年拢伊甲问日本时代因的故事。中华民国较邓家卡啦。嘿、欸，还有配的哦，好、哦，来，下面的图片哦，会唤起大家对祖国的一些情感哦，好、哦，会唤起你一些记忆。托拉尼诺托托罗，1988年的宫崎骏的一个动画，有看过吗？看过，举手我看麦。呵，啊，没有看过的请举手。哦呵，咱来看。就是这个啦，你来看到这个，来，这人穿什么衫？哎，你们有穿过吗？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我穿，这是我本人的，我小时候穿的。那你们有穿过吗？突然就有了，你没见过啊？为什么我有穿过？我的阿公阿嬷就是受日本教育的啦，他们有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涵养，所以他帮我穿这个。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为我做的，是做了一套，啊的就背兄寄来，你团，阿公阿出事就对我安尼，哦，啊这种物件讲较少，但是呢，这伫赤山高雄澄清路遐。哎、欸，遐翕的。你阿公阿妈有钱啊？他有钱，这做粗的呢，你真有钱。无啦，真普遍咯，通穿这啦，真的啦。哎、欸，好来，这个是啥物货？有用过无？哦，古历5月5号啥物节？不是端午节，肉粽节。哎、欸，端午节是中国甲咱教的。讲啥物屈原哦，迄种是佚佗，你那个单调，迄种怪有诶无诶啊？哦，来，咱现代看到，即卖还阁有人咧用哦，较早诶早哦，哦，这是啥物货？有用过无？用过牙签我看麦。呵，你们就是日本人啊？不然你们怎么用这个？那时候搞不好中国没有这个呢。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物件哦。因为伊是利用大气压力的那个原理，把水抽起来哦。哦，伊把古井的电管插一支这啦，啊，这会当抽起来安尼啊。有无？这现代阁有啊？这是伫山顶哦，客家大院哦。哦，但是呢，这小块无同，这种爱倒水落去的。嘿，这带倒水入去的，啊，这种唔免。哦，这已经改良过啊。这卡有看过无？这卡？啥物货？对，好，哦，那个老的哦。我现在在讲卡通呢。啊，你现在有这个记忆？有吧？就是这样。这卡是啥？哦，烫书哈。卡在烫书是不是用这种铜的钳啊？有水无？现在拢塑胶的。以前你有挂过网头吗？你都睡这种眠床对不对？你以前睡这个眠床有挂过网头，你举手我看看。我们就是有这种共同的记忆啦。好，哦啊，我请问大家哦，因为我现在在跟一些中国文化做比较，你睡这个时候跟我说你头对门冲到对窗子刷到对人怎么尖到弄到，敢有这种东西？没啊。啊，是呢，咱后来变成有这种物件，有遐尼侪禁区，迄啥物人造福咱的教育，造福咱的文化风尚，啥物人让咱这七十年来是呢变价呢？咱着充满着惊吓哦，眠床对角袂当对啥物货哦，啊叫一个西公仔来敲一下30万。是呢，咱
过去的咱提升甲西方的文明平权的这个文化水准，结果呢，中国人来把这些物件拢毁掉去，啊，甲咱加这种，甲咱控制的物件，咱去思考这种物件。较早拢困济嘛，对不对？年轻人有看过小叮当，或是现在翻译就是哆啦 A 梦的，举手有没有？哆啦 A 梦睡在哪里？烫树啦。他就是睡在烫鼠里面，睡在这种不是睡在这一卡里面，他那个门打开，那个是放棉被的，有无？榻榻米有无？啊，边啊有无一个门拍开做的嘛？啊，伊米只被甲网打拢收伫内底，迄个内底叫做烫鼠啊，哦。较早安尼困的嘛，对不对？啊，这倒退路有看到吗？有看过哈？因为有人有这种经验嘛，哦，啊，这个是卡通里面的呢。现在的就是这种样子啊，啊，有看过这种车无？有哈，来，今麦个有啊，对不对？我这拢是台湾的相片哦，啊，这拢是龙猫的相片，诶，迄个影片的画面哦。过来，这个人有看过无？什么人？车长？为什么要有车长？为什么要车长啊？收缴检票，因为以前小站没有售票亭了，可是现在车长变什么？司机啊，他这边就有司机了啊。车长变悠游卡那一台 B 这样子啦，因为他的用意就是给你算讲你坐到位到到位算钱的嘛。啊，因为你小站没有，所以你只上站的时阵也问你去到位啊，看一张表有无？啊，甲算拍票好不好？是安尼啦。所以你有这个经验嘛？哈，还有看过车长啊？有看过车长啊？我请举手我看一下。哎，欸，对啊，这个应该有超过35岁以上了啊。好，较早囡仔叛起哈，规针头规格路手边拢走出来吹，对不对？今麦敢有？边个台西人？你敢知？唔知啊。咱今麦社会风气变安尼呢？这种车有看过无？有哈，我都在讲 Totoro 呢的影片哦，啊，就是这种车嘛。这叫什么车？不是孔明车，孔明车就是迄中国的文化哈，甲咱教育，嘿，对，铁马啊，讲组装车啊，是讲什么铁马卡达车，拢会使。好，啊，唔通讲孔明车，因为我都冇看过孔明开迄个车咧。啊嘛，唔能讲孔明灯，我们看到孔明帮迄个灯啊，哦，迄种是虚幻的那种神话的那种嫁接啦，把那种物件反正灌入咱的头壳啊，所以咱头壳中毒较深就是安尼啊。较早开车是不是安尼？我看到这个出趣味，哎，我细汉就是安尼开车，你安尼开二车的牙手，我看，好，哦，对啦。这个就是我们共通的记忆，我们共通的记忆竟然可以在龙猫托托龙的影片里面找到了，因为我们就是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嘛，那就是感觉国家的文化，所以我们有这些共同的记忆啊，哦，这就是日俗，我说了，日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美战，我们来看美战，美战的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叫下，哦，US A 就是这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啊。这中文、日文，美占的单位，咱有看这个红白顶管之后写一个 USMG， 哈，哦，USMG 就是，咱来看这 USMG 伫倒位啦，第四条 B 来底叫下，哦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这个 USMG。头一个字的缩写啦，哦，伊即个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即阵伊咧讲的日本，就讲规个日本有处理的即个友好性啊，哦，美占的相关文件，他都暗就甲大家讲一个字，就是 incorporated， 就是这个，但是即个加一个 UN 呢，哦。United
incorpora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什么意思？就是讲呢，它都 incorporated， 就是讲合并的领土嘛。哎，这是只无合并的领土，就是讲对美国来讲未合并的领土，拢受到这个美国军事政府管辖，就是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所以咱台湾即嘛，就是美国属于美国未合并的这种状态啦。所以咱就是受到这个 USNG 管的，哦。阿辉伯有讲啊，但是这新闻有偌济人看过，有偌济人看过，而且佮了解伊咧讲啥物意思，无人知啊，没有几个人知道啊。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的台湾是绝对安全的。对不对？没错啊。可是台湾人很害怕啊，咱足惊呢。咱惊是安为倒来，为中华民国这个媒体甲教育甲咱恐吓的啦。但不当的甲咱讲啊，阿边来了，阿强阿要拍，阿强阿要拍。嘿，嘿，嘿，对啊。哦，来，迄我有文件，大家看啦。来，中国已经知影美国占领台湾啦，所以唔是讲美国要来占中国就来拍，唔是。中国已经知影美国甲咱占，已经是占掉台湾啦。这有文件是啊，1958年9月40号在北京，这段有写，有讲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唔是武力侵占啦，武力占领啦，因为。美国跟大日本帝国打占领了军事，那讲战争法，军事占领了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呐、啊。美国、中国都知影的，啊，你注意看哦，台湾和澎湖地区啊，金马刚好下来，啊，金马属于什么人诶？中国的啦，嘛讲大陆啦，诶，大陆、澳洲大陆、哦、南极大陆，迄拢叫大陆。咱即马来讲，迄个地区就是中国。澎湖金马无，啊金马上管呢。即马中华民国要搁咱讲势力范围要搁底下，但是金马要不要拿回来？中国有在意吗？他一点都不在意啊，本来就是他的领土啊。啊，所以中国知影这件代志啊，台湾人唔知。中国知影美军占领台湾。但台湾人今仔日民政府成立，甲今仔日一直敢讲，啊，大家都唔相信。美战的现象，军机也当落来台湾啦，有无？这种拢军机嘛，你注意甲看，这种新闻，咱开始要解读了哦，吼，我甲大家讲一下哦。这种新闻呢，军机呐落来台湾，你就来看的相片，拢会翕一张军机，还有一个国旗，有无？表示啥物货？表示讲。伊要甲你讲吼，即马即块土地啥物人管的？美国管的啦。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叫做中华民国。吼、哦，实际上即马已经无中华民国啊。但是即个企业表示讲，即个地理当局还佫伫咧。拢会看到即种哦。啊，你来看即个新闻吼、哦，美军抵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你袂感觉足奇怪吗？有一个美国籍的妇人，伊有心啊，紧急要生啊，结果呢，派军机来甲载去日本看医生，啊，台湾是拢无妇产科医，啊，是台湾的医病院拢关掉伊啊，是安怎爱医安怎载，所以这种新闻吼，刚才人得出一个事实，就是讲吼，美军机抵台啦，这个是事实啦，但是这上面代志咱唔知啦。那媒体必须爱甲这个代志吼，用我较无诶，低调一点，或者是荒谬一点，啊，让你觉得啊，喊够安尼，啊，你就别去在意这个新闻了，啊，所以后面这些东西，你想任何理由都可以啊，哦，你想任何理由都可以啊。F-18得来台湾，台南基地 ，AIT 招出来，谢谢，大家别干嘛做奇怪。什么跟美国有关系？跟台湾地位有关系？拢是 AIT 抄出来讲的。AIT 就是迄个美国在台协会啊。
所以 AIT 会当证明一件代志，美国占领台湾，伊无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国家哦，啊无应该设大使馆哦。AIT 是一个民间组织哦，但是伊阁有权代表美国讲话哦。你注意看 ，F18就来有无？阁有这个机啊，阁造出来啊。所以你若去加去注意遮个新闻，你着迄、那个面角，你若抓得到，你着知影讲这啥发生啥物代志啊？这是迄个内部内勤人员泄露出来的照片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九。有吗？影片九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来把这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现在怎么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有新闻有看过吗？我会让我跨过，我会拦没嘛？啊，你怎么解读这个新闻？这种新闻哈，这种新闻哈，咱台湾人的是哈，假咪啊，讲一个哦，啊，做咸的，做咸的啊，啊，得帮我过呀。咱怎么知道这后边发生什么代志啊？我先给他分析一下这个新闻哈。美国的飞机为什么可以飞到清泉岗就给他下来？为什么？啊，他下来会没有人知道吗？应该有嘛，哦，一定知嘛，他有可能啊，那唔知啊，一记者才知。那想这个问题，我即马一直咧讲这个逻辑性的问题啦。过来，伊落来的时阵，一定爱甲塔台联络嘛，无可能无联络就甲飞来嘛，啊无叫人多好要起飞啊，多小龙，好，好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好我讲啦，好，不要紧。啊，即马呢？一飞落来了后，佮开一个车，啊，佮开个台南机场，啊，咱最近开迄个 F18落台南机场，啊，那能证明至少美军会当控制清泉岗机场佮台南机场啊，对不对？佮来，伊落来，伊讲我国啦，我唔知伊我国是对一国，我们就没有国嘛，哦，啊，伊我国的国防部长竟然唔知啊。咁真正唔知啊，啊，
啊，伊敢会使讲？袂使讲嘛？吼、哦，啊，你去用联考，结果唔知，安尼就较好。啊，所以这物件若讲出来吼，台湾人就惊醒啊！啊，你爱注意看，媒体方式较最厉害就是安怎？媒体无爱互咱知影咱的心事啥物货，无爱互咱知影咱的状态是啥物货，因为即个执政掌权者吼、哦，他完全控制了媒体。啊，你拢卖请上好，咱就亲像植物人，拢卖请。你到底这个恒温的26度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三餐给你喂食，啊、你就不要醒过来。为什么？你醒过来之后，你的家人就不会月一个月交给我2-3万了啊，对不对？你最好不要醒过来啊！如果你醒过来，我这麻药再给你打下去，啊，你又睡着了。咱台湾人就是这样，咱活在这种状态呢，但是咱不知呢，思想错乱了，来。70年的省是安尼省的啦，1945年到今年70年，刻意消灭的历史记忆，这拍哪几个劳建股哦？台湾省政府建设厅代电，啊、哦，叫了下中华民国41年，叫了下，伊讲吼，查本省商用台秤多数系日据时代制造，唔是日据哈。因的观念就是日据，但是咱即卖观念要改过来，因即卖叫做中据，还是讲支据，吼、哦，因确战台湾，是因确战台湾呐吼，用日治时代制造，秤盖上铸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因的积极消灭那的历史记忆呢，一些历史痕迹呢，积极消灭，哦。日治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制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制造。搁继续给您看，你知影什么叫做未见效啊啦？哦，民国前十三年，民国前十三年，民国在哪里？哈哈，民国在哪里？民国前十三年有民国吗？没有吗？如果大清的最后一个皇帝是溥仪的话，应该叫做溥仪啊，溥仪不知道几年的那个哦。民国12年，他多少嘞？民国8年的都还在称那个大日本台湾，对不对？啊，为什么现在12年他就给人家改这个东西？啊，那跟中国有关系，拢会留落来哦。所以清朝有没有秀才？前清秀才上面撰文，跟中国跟伊有关系好诶，哎，就甲你讲，甲你接社会啊，甲你管落。把咱这5000年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灌在咱的头壳，他们本身就否认5000年的历史了啦。咱再看哦，平城的前面不是平城前呢、啊，是昭和。昭和前面是大正，大正前面是明治，所以没有昭和前、大正前、明治前，这个就是万世一系，比就是有关系追认的啦。那民国你要追认，应该要追认上去啊！你要承认啊！你怎么会用民国当前，当纪元年号呢？西元的纪元年号是用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当一，然后之前叫西元前，那记录历史是安尼记的啊。西元之后几年是安尼记的，迄叫做哦，那个西元的那个那个公元的那个年号的记载。啊！伊要把伊的民国啊，当作一种西元的概念来用，哎、啊，产生很好笑的笑话。我讲我大家听，清伊的不是清哦，伊的是叫做民国前250年。哦，啊，那告皇帝跟着民国前4600年，旧石器时代跟着民国前哦20000年，地球是民国前64亿年出生的，的变成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是做韩国的代志啊！你们第一策乱，那看影片一，70年的教育是已经错乱掉了啊、哦！你捌美国公司吧？你捌美国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人订咋种啊？啊，日本啊，日本人订咋种？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司的，都唔知。就你几岁？啊！你等，哦，啊！唔，唔，是啥物人甲你讲的？你讲你知？迄阵在咧
先从那条那进。走美宏公河啊，那阵囡仔拢蛮在。阿、啊、尚，你阵在台南？台南。嗯、是台南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定啥东西啊？对啊，咱美宏公路的。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啊，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去，我搁知影呢，我迄阵死话啊。好。日本兵。阿伯啊，讲对唔对？唔对，伫倒位？74岁。伊是你讲日本人要造成伊死话嘛？啊，经过70冬，74岁。74岁以下的，拢记得思想哦，大多数。都记得出现哦。现在伊知影日本人管台湾，啊，讲轰炸台湾的是日本人。你敢会放炮伫你兜的房间放？现在安尼，为什么他的思想急性反转、矛盾了？他不自知。咱就是70年洗脑，就是洗这种的呀。甲咱对日本人洗作中国人，这叫做洗脑啊！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嘛无等于中华民国。但是今啊，今啊，台面上诶，一直要甲咱台湾甲中华民国绑做伙。第四个讲，因为咱疼台湾，我们爱台湾，我们出生在这块土地，但是却拥抱了这个错误的体制。那这个体制本来他们就想要跟中国统一，啊，结果去签一个 ECFA， 签一个服贸，咱伫只破破跳，啊，你真欢喜，啊，你感觉你足奇怪，你咧破破跳是咧跳啥货？中华民国敢有咱去签服贸敢会使？会使未？太未使，因岛的人啊，因岛人要签啥要紧？唔是咱呢？你会讲未使，你会感觉讲台湾是中华民国。即个问题重点就是伫遮啦。哦好，安尼你敢要互骗？你不要互骗啦。有反对服贸也笑我看麦，敢有？没烦恼啦，嘿，你没烦恼。咱只是一个表达的意见而已。你觉得服贸不应该签的，请举手。好，啊，你觉得可以签的，请举手。好好放下来，我们把那个服贸那一个文件档打开，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就服贸啊。按 ECFA 那个文件打开，先打开 ECFA 哈，两岸 ECFA 好像是那个E 就是那个 economy， 就好像是那个经济啦。那 corporation 一个那个 C 就是那个合作，然后F 就是 friend， 就是那个架构啊、哦。A 就是 agreement， 就是 ECFA 简称啦，它简称 ECFA， 两岸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哦、啊。那个搜寻这边，这个文件是官方网站下载下来，你自己也可以去下载。你这边给它打台湾。那个怕嘞，台找不到，整个文件里面没有讲到台湾呢。那我们一票大学生去外面抗议，因为我们还落在这个体制内，我们被这个体制绑架了。我们本来不是这个体制里面的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呢、啊。是因为当年他们把我们违反国际法，把我们的国籍改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啊，那公民才能投票，才能选举的，我们还被骗去选举，我们拿了公民身份证，我们拿着国民身份证，以国民的身份去投票选举，选他们家的总统啊。所以咱根本在做一些莫名其妙、无代无志、跟咱什么关系的代志啊那样。
这个东西我们拉到最下面来看，拉到最底下，好，你看谁签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跟中华民国的总统签的，是不是？不是啊，是两个民间组织、两个单位、两个公司行号签的。啊，刚刚打完上面管嘞，国际的媒体在看台湾这种事情，又觉得很荒谬啊！你们在反对什么东西啊？他们在签的东西，然后你说你是台湾人，那你反对这个东西啊？他也不是用台湾的名义签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落入这个体制的绑架，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这一群人就能够代表台湾啊。当然，他们对台湾有代表性，他代表性的那个来源，合法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去参与他们的制度、选举制度，我们投票给他，在表达我们的意志，说我们支持这个体制继续管制我们，继续奴役我们啊。那你问题是出在家，这个关掉。我们看那个福茂的，福茂也是你台湾给他打下去，吹无啊，他有下台湾，福茂嘛无下台湾，埃克法嘛无下台湾，爱下海峡两岸，咱想讲海峡两岸的是中国、台湾，安尼叫做海峡两岸，海峡两岸敢会使？中国金门马祖，马是海峡两岸啊，台湾菲律宾马海峡两岸啊，台湾日本马是两岸啊。所以那首相吼，那一因做好生气的，记得有文字游戏啊，那得用用起啊，用圣起啊那样。这个关掉，我们拉到最下面。我谈多少个嘛？条约的形式已经是两兆去签的嘛，来拉到最下面。你要看上面两千没？一个会长，一个董事长，就是公司啦，人民组织去签的啦，不是行政院长，不是总统，是这两个人去签的啦。这两个应该用一挂，即马伊即马伫咧东京的一挂法律的条文，也是讲一挂政治的关系，把这物件印入来啊。所以其实是经济上的一种统一啊，是这样子啦。哦，那这个我们关掉。所以咱今天觉醒的第一步，你一定要把台湾不等于中华这个民国，就是把台湾本来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观念把它切断，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因为本来台湾就不是中华民国，从我们刚刚的日俗美战整个论述铺陈下来，我们就不属于中国，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就不属于中国，现在能够替我们防卫的就是美国，或者是日本自卫队，他说他的那个范围可以到，但现在问题在这，也当消极帮我们防卫中国来打我们，但是台湾本土台湾人，那不用本土台湾人的身份发声出声，人拢袂当做啥物事啦。咱安怎讲，即个台湾的人，伊嘛也阁是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官员，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人就是中国人啊。不是台湾人啊，虽然咱知影伊是台湾人，虽然咱知影阿扁啊、李登辉拢是台湾人，但是伊伫这個体制内底，伊都唔是台湾人啊，伊就是代表即个流氓政权来个遮，伫你即个体制内底，即个领导人安尼尔啦。中华民国已经死了，中华民国是完全被封杀的啊。完全被封杀的，我们看影片三了哈。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
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这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哦，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疫情没让给你好了，给你功利行性的，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好，暂停。你来看啊、哦，你来看啊、哦，这媒体按来解读啦，解读，你按解读。伊若讲了台湾这两字的时阵，那是无好的，还是你感觉反感的？啊，你甲换做中华民国，安尼就对啊，你就了解迄什么意思啊？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对不对？对啊，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台湾人不拥有台湾主权啊！啊，台湾你要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对不对？不是啊，我说改成中华民国，你可不可以理解这句话？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对啊，来，中华民国 ROC 美国不承认，对不对？对啊。中华民国在台湾不承认，对不对？对啊，但是中华民国在台北啊 ，Chinese Taipei 的是中华民国在台北啊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就是流亡在台北啊的意思啊，它是整个缩写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个图博有没有啊、哦？图博政府啊、哦，图博 government。In Israel, in 达兰萨拉，它是寄居在一个城市哦，一个城市哦，所以你有没有听过 Chinese Taiwan， 还是 Chinese Taipong 金吗？没吗？台北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的起这个意思，流亡建款应该哪里让寄居在一个城市上面呢、啊？所以过去有历史啊，那个波兰，哦，波兰在伦敦，哦，法国。也到伦敦，他们寄居在伦敦。哦，韩国也有流亡政府、哦，以前流亡到上海哦。好，我们就继续放下去。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这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哦，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是台湾的国庆活动，不准直接与中华民国的国庆活动。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啊、你的看怎样？什么人来拥抱中华民国的体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他都是赖世宝哈、哦，伊讲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能叫中华民国？伊讲这句话干爹，干爹，对啦，他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啦，我的国家不是中华民国啦。啊，伊咧讲我们的时阵，咱也想讲咱拢包包包包入去啊，对不对？那就是中文的限制啊，
要讲台语就袂对人种问题啊，你知道？我讲，咱台湾有包含你无？有无？有吗？阮高雄，讲包含你，无嘛？都是我们哦，它都是复数的我们哦。咱台湾，阮高雄，阮高雄就是无伫高雄的，唔是高雄人，拢无叫做高雄啦。啊，咱台湾就是咱拢是台湾，那个集合名词啊。可是这样中文在使用我们的时候，经常大家讲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那拢怎么拢八几米啊？啊，咱也要统一，咱也规拢关过啊。所以今仔日爱大家去办迄个身份证，就是讲，把你的身份对这個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给切割出来。你无属于中华民国这個体制内，虽然咱即卖即个行政单位几个组织在运作上。还是会用到身份证，会用到这些东西，免不了。有人眼笑，啊！你民间会咧翻什么中华民国？啊！你不是用中华民国的钱吗？你翻什么中华民国？我请问一下，大清皇推翻之前，孙中山也是讲因遐迄人，敢有咧用大清的钱？嘛是有咧用钱啊！伊敢有家己印钱？无嘛？体制的物件，足侪物件，不是一捆头就改变过的嘛？哦，只不过咱即嘛。依照国际法律，咱要互帮咱台湾正常化，所以咱一群人组织起来，依照国际法、战争法。但对秘书长是无讲，台湾民政府这五个字袂当我袂改呢。这五个字安怎来？这五个字其实是咱讲翻作汉文的啦，英文加这三个字尔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啊，这个 civil 就是咱讲这个民政府的意思啦。啊 ，civil 的上方。叫做什么会 ？Military government 啦，军属政府啦。因为战争的关系，军属政府进入到敌国迄个土地，伊要设立人民政府啊，设立人民政府啊。啊，这七十年来，咱都唔知影这个代志。日本已经恢复啊，七十年来伊的文明甲社会水准拢提升啊，啊，咱是落伍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现象，这是台湾人最严重的认知问题。咱拢是七十年的中国那思想死了后，咱拢是安尼在做思考的。所以呢，咱嘴拢讲台湾，咱是台湾人，但是咱头壳拢是思想中国迄套的。中国现象就是这样，摕这个旗啊，四界甲人讲啊，这叫做台湾。大家敢知影这个旗啊，不是中华民国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原来是五色旗呢。啊，这个旗啊呢，你也去查 Google， 你要查那个关键字叫做“全球旗帜”，旗子的那个全球旗帜，你就会查到一个全球旗帜的网站，他们写到这个旗子是中华民国海军旗啊，海军旗啊，有吧？到世界各国说这个叫做代表台湾呢、啊，甚至外国人嘛讲，哦，对对对，这代表台湾呢、啊，啊，摕这个旗啊，讲爱台湾。那唔呐骗家己，咱去用哄骗啊，骗讲这叫做台湾啊，哄骗骗了，咱去麻醉家己去到外国，佮人骗讲啊，这叫做台湾。去一个占领台湾的这个外来政权的旗啊，啊讲这叫做台湾，啊佮继续安尼个误导下去。我有一个老师伊是加拿大人吼，伊敢那五六十岁啊，伊拄着我甲伊讲民政府的代志。伊讲有听讲，我伫民政府伫遮咧活动啦。啊，伊就甲我其实我咧甲伊食饭的时阵，我有甲伊讲一挂代志。我讲，恁加拿大魁北克是毋是要独立啊？是要投票独立？伊讲对啊对啊，伊就甲我讲伊的故事嘛，哈。伊是咱讲白人啊，哈，加拿大白人，伊就甲我讲。我讲最迄时阵，迄、那个敢若是今年还是旧年吧？迄、那个。苏格兰不是要独立无？哦，我来甲问这个问题。啊，伊就甲我问讲，你是毋是要甲我问讲，恁台湾会当独立无啊？哈、哦，我讲我知影台湾袂使独立啊，无可能独立啊。伊讲，你太安尼讲，我要来甲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等等这个代志，我讲了啊。伊讲吼，台湾的问题本来就爱对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去解决啦。我讲你还知？伊讲。我们外国人都知道，只有你们台湾人不知道。我听一下婚礼，你知道吗？
咱外来的人拢知影遮个问题，但是咱台湾人迄种洗脑到咱拢唔知影要安怎面对遮个问题啊。刚刚台老师甲我讲的，好不？洗脑，我想哦，穿这国旗爱台湾足水有无？唔是啊，是因为穿了少水啦。这个这嘛是演唱会拍起哩哦，破声加作衰。中毒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中毒的原因呢、啊？你来看，拢甲你问这种问题，你只有二择一，你没有其他的思考，就是是非题，你只有二择一。来，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对不对？支不支持？哦，我支持的65.8%哦，你看哦，全台湾的民意65.8%都支持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不外久媒体个会甲你讲，中华民国早就不见了，我们都叫台湾呐、啊。媒体也在讲啊，无啊，故变成也变这样那样。那这个中毒之后，第二层的中毒再来，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没有改变国号、建立新国家的必要性？没有必要，74.6%哦，只是我们现在在外面不能讲说我们是中华民国，但是我们对内都讲中华民国。哎、欸，奇怪，你那是正常的国家，你出去的出去跟我在里面都是同样的名字，代工会改变，所以咱也只能讲这个。在你当局一直在跟我们骗说他是中华民国，他是正统的，他是正的。啊，这在福茂哦，福茂先去找美国开会，也是那个国家记者俱乐部开会，他说要求美国放弃一中政策。什么叫做一中政策？大家知道？一中政策就是全世界只承认一个中国，那个中国的合法代表人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放弃一中政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在福马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嘛，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啊。啊，放弃一中的也被统一哦，干没？那没当去支两个中国啦，应该是讲因没当去支两个中国啦。啊，咱跟因都无关系啊，来。我们看一下影片三之一。刚才这上面原理，反射是倒端，好，这反射，这是折射，光经过了那个杯子的水，然后它产生了某一个角度的偏折，导致这种像类似像放大镜的效果，把后面的影像完全颠倒，折射。没有，大家看这上面意思。今天去中毒的原因就是这，一杯水。一杯水就是这個，就是教育跟媒体。那一杯水，啊，又代表什么？咱的时代人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有看过真相，后面那个箭头往左边的是真相。啊，他都在那个74岁的阿伯啊，伊讲日本轰炸台湾那个，他是看到一半的，他感觉一半是对的，日本管台湾是对的，但是。后来被洗脑的，因为伊日本要造成伊四回嘛，所以伊受国民教育的时阵是伫中华民国的时代啊嘛，啊所以改的倒变了。啊，咱后壁的拢是看这杯水的，咱看代志拢看倒变的，拢唔对的呀。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因有少数的人看过迄个时代的真相，但是伊唔敢讲。
今天透过国际法律，让人看得真相，讲哦，原来咱回溯到我们历史的原点是这个样子，我们在那边产生的那个歧义的线那个路线，导致我们现代的台湾的问题产生这么复杂，是这样。我们回到原点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台湾问题。媒体解读哈，来，美国公议员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是虚构的啊，这假的啊，美国都已经讲啊，咱哪个相信就是真假辣的啊？来，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有无？那美国的美方的态度啊，叫不支持台湾入联哦，啊，美国是国务院是不支持台湾入联的，因为台湾或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参加那个联合国的前提就是你要具备国家资格，而且不是的，不要多啊。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就是台美关系法 TRA 啊，台湾 relationship， 然后那个 act， 台湾关系法案啊。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一直不断的混用，导致我们台湾人对于中华民国跟台湾分不清楚啊，这个有利于他们统治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五。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事情，不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外头排排站，那些文字哈，连他讲的话你都要去把它解析开来。一大堆话不讲，明明拿的是台湾护照，厦门大家看到台湾护照，干无？是中华民国护照啦，不是台湾护照啦。所以你把那个台湾改掉，变成中华民国护照，安、啊、尼你也听有啊，这种新闻就听有啊，哦。所以我讲嘛，外国人真清澈，啊，台湾人真模糊啊。咱看代志拢安尼啊，来看星星，看月亮，要用对一支，倒边一支嘛。啊，看白菌，看细菌，对一支。来，啊、哦，我甲大家问哦，看显微镜，看迄、那个，看细菌，敢会当用一支，敢会使？会使啊，太袂使，看袂到啊，看袂到，会使看你，会使看啊。我即摆咧讲的是适用性啊，唔是可行性啊。你要把它分开啊，吼、哦，那个观念要把它分开啊。啊，看月亮干哪用这支？看袂到啦，看袂到啦。那咱亲像啉汤，啉汤是毋是用汤匙啊？啊，用滴羹啉袂到，嘛是会啦，豆豆啉，豆豆啉嘛，嘛是会啦。来，现在跳过哈。来，没有台湾国就没有台湾护照了。没有主权人怎么发护照？台湾护照被拒绝，民进党妇女主任哭了。不是台湾护照被拒绝，是中华民国护照被拒绝。你这样看新闻，你就看得懂是什么东西了哈。来，台湾护照因什么政策遭拒？不是台湾护照哈，人拢看人英文看有哈，不是台湾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台湾是一个国家吗？这个问题吼，你若去甲别人讲哦，咱真甲阿妈骨筋粗，真正是安尼啊。咱感觉亲像一个国家，过去咱的领地伫安尼。但是实际上，咱把这领地打破的时阵，这变成说，咱过去的那种神圣的信仰被打破了，你知道吗？这个人他是会完全的抗拒啊，反抗的哦。
会崩溃啊，真的会崩溃啊。那咱亲像一个囡仔，大概三四十岁啊，你家讲，恁老爸不是恁老爸，隔壁的老黄才是恁老爸，崩溃啊！哎，大家拢在欺负老王，就是安尼，就是这种感觉啊，哦，啊，所以台湾不是国家，但是你又很难解释的清楚跟朋友讲啊，所以吼，咱那台湾新台湾人爱给他给了解，你要才讲那个历史的脉络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就会让去了解这个物件。咱来看哈。台美关系法，加叫下第十五条叫下，媒体一直咧讲的台湾，还是美国咧讲的台湾，迄、那个台湾，伊是弹性的，会当解说的。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情况需要来解释，包含台湾及澎湖列岛，所以没有金马，所以金马的人，你嘛唔是讲哦，就嘛台澎金马，因他们也是台湾人，不是在国籍的认定上，他跟台湾没有关系。那个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含台湾及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然后呢，公司及根据适用于这些岛屿的法律设立的组成的其他的团体及机构，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所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啦。咱即卖所看的这个政府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啊，伊的历史脉络是安尼，甚至美国伫台湾关系法内底讲，台湾这个名会当视情况需要认定为岛上的人民也叫台湾，或者是岛上的某一种公司叫台湾，岛上的某一种团体机构叫台湾呢、啊。所以这个是政治性的，它是有弹性的。这英文叫下，哦，这英文这来得下呀。中国在。中华民国在这个时间点退出联合国，但是不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的这个 China 的名称一直都在联合国里面。2758决议文里面讲到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是在他在联合国的权利，然后呢恢复他的权利，但是呢要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在他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从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了，是伊予人赶出来，伊甲咱骗讲汉贼不两立，伊甲咱骗讲，伊那个中国加入，伊都无爱留伫内底，伊甲咱骗讲是安尼啊，所以咱的洗脑政策非常的严重。这边有英文也有写啊，这是2758里面的啊、哦，立即驱逐出去啊，这个这。一个中国政策，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政策。有机会啊，高级班哈、哦、来上哈、哦，会跟你详细的解释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因为一个中国哈、哦，它在那个联合国的历史脉络里面，它有一些文件会帮我们厘清这种问题了哈、哦。今天时间的关系，演讲到这，多谢。